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哈、哦。人生上困难的是什么呢？人生上困难的是哈、哦，看到钱呀、啊，吼、哦，看到钱竟然都唔退，吼、哦，见财不取，我这钱一百块，等在涂骹，看到无甲捡，这根本你就是无正常，我跟你讲，哈哈。 人生上困难就是讲有钱通趁，我搁毋趁哦。但是即个困难吼，你若无甲克服吼，我想即个人生诶中间，你也一度着作些考验啊。所以人生最第一困难，咱过去讲就是讲亲人过身，即、這个你一定下接受，即、這个上困难，但是你也接受。因为无你人生你将来要继续往前行，你也作歹行。咱今日就是要讲诶，也就是讲钱单咧涂骹，有钱通趁，你毋趁哦，即、這个才是牛。 你若无话，大赢过一个有钱通赚，你就一定要赚。安尼，你将来人生头前，你嘛会作困难，你知无？真济朋友唔捌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人生叫做见钱眼开，见到钱呐，眼就开了，看到把酒呢，啊，看到钱呢，就安尼大道哦，钱呢，钱呢。所以你若讲一个人咧讲什么代志的时阵吼，你若只要讲到钱哦，就有机会啊啦。你要拜托一个朋友做，叫你帮忙做一件代志哦。 你若烦恼讲伊毋知要啊，毋好，你就讲、啊、我无法钱互你啦，我用钱甲你拜托啦。当你用钱去拜托时，毋是朋友都甲你帮忙，你敢听？吼、哦！你若要提钱出来叫人甲你帮忙吼，毋免着做朋友啦。你路边叫你只要互伊钱，伊也愿意啦。你知影钱即落物件吼，实在是在今仔日即个世界，已经对咱整规个人类诶影响太大咯啦，啊！大甲咱实在是无法度通去估计啦。钱诶影响力太大太大太大咯。 差不多都，一切拢是钱嘛。哦，在咱过去咧讲到金融风暴的时阵，就讲过即个观念，一切拢是钱。到第二十一世纪，其他其他吼，有什么物件甲钱无关系？无啦，世上来说，物件甲甲钱无关系，逐项甲钱拢嘛有关系啦。哦，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咱人什么代志拢是用钱来管，看有给他无给他，都要看偌济钱。咱用钱来计算，计算一切。 这些讲起来是做危险的一个代志，做危险的一个代志。为什么老生要来讲这段？因为现代人真正痛苦因由都、就是对钱来。啊，为什么钱对你效有效？因为你见钱眼开。因为人生中上个困难的是什么？明明在当谈，我哦那不别谈。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心真定。代表你的心是有够定的啦。你个外清高的人吼、哦。 看到钱哦，你嘛是挡袂掉啦。所以，做这代事也不要讲来讲去。其实，到底坑你掏钱，其实不要真正因素是啥物钱嘛。说穿了啦，讲白啊，拢是钱，拢是钱啊。莫怪人咧讲吼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啊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，伊来当敛心，连个一个天，都会当贪，我往那唔贪。这古、個、早一句话叫做啥物？ 君子爱财，处之有道，也就是讲，都算是个君子啦。啊、哦，伊咧摕钱诶时阵吼，伊嘛是一定会讲，什么款诶情况之下，即、這个钱我要摕。哦，种君子伊咧看钱诶时阵，一定伊会知影有几个原则：无功不受禄。我若无功劳，安尼，我卖摕？但是咱一般诶人，咱无到即个君子诶程度。咱一般平凡老百姓，路顶一千箍。 叫你卖笑，你敢挡得牢？你挡未牢啦！你绝对你挡未牢的人，就是这种人性的考验。地球今仔日这个社会，会越来越败坏，嘛是即种人性的考验，和诈骗集团有机可乘。拢为着啥物？贪，拢是为着贪。所以，即变做人性的考验。所以，你若想要了解，讲人生中上较困难的，那人生上较困难的，但是我咧我都克服，安尼你就是赢家。 啊！你人生这条路你咧行，你绝对甲人无共款，与众不同。你人生这条路行过来，绝对比人较轻松，比人较主宰。安尼著是人生路顶几个大阻碍。老三讲互你听，你要想办法，你要甲赢过。啊，当然即个想办法是在讲啦，靠家己真正无法度啦。这的确有影，著是需要有上帝力量来帮助咱，帮助咱知影讲要安怎样，咱家己诶路好在，咱好好啊行。其中一项。 就是，咱每一个的人对到钱的物件，你要想办法，你要来面对，好，你要来面对。所以，当有人讲路顶有一包钱在遐，阿、啊、你拾到了，提交警察局，是安怎有下好法奖状好你？是安怎人家的表扬？因为太无简单了。啊，这种物件吼，到底要安怎来来栽培一孩子？一个囡仔就是讲，你要仔细喊，仔细喊吼。 你要帮助这个囡仔知样？唔是你的，咱唔通退。所以这个一个人教育成功，成功伫遮，吼、哦，唔是你的卖退，吼，无上义的卖退，退到也无好代志。你若做实验教育你的囡仔，啊，你的囡仔嘛伫你的身躯顶看到种，你家己嘛是安尼做，啊，无人教囡仔是教安尼家己做，去做另外一套嘛吼、哦。当然你也家己讲会到，做会到，啊，这个上困难吼。哦 所以你呐，我都讲到最后到，你的囡仔看到你，我想即个囡仔将来伊会变成一个足成功个囡仔，因为即个囡仔伊会知影，毋是咱嘞，咱都莫讲体，莫讲贪人个，咱也无啥功劳，咱也无付出，啥话咱也当体。你主持人非常严格，甲你的囡仔讲即个观念的时阵，啊，这个囡仔一断，伊就知影啦，伊就知影，伊就影。讲，我若无去付出，我为什末要得到嘞？即、这个人呐，如果即个部分， 心头了听啊！我甲你讲，做人做成功，为什么我要讲安尼？今日路边先生办卡啦，拢免钱嘞，办一张卡，上旅行箱咧。哎哟，未歹哦，咱得去啊！你有看见无？金融诶，风波安怎产生？诶，都是利用咱人即种见财一定要退诶心理，利用人诶，即个心理，做敢若亲像、喔、那咧钓鱼啊，吼，迄个饵啦，鱼饵啦。 先叫你来，啊，先互你食，你若食落去，发票啊，你个叫交去啊。所以我以前捌讲过嘛，你欲办个信用卡诶时阵，人先一个赔偿，人先送一个物件。我你送嘛，我讲你都退去嘛，送礼嘛，啊，啊人退去啊，退去了后嘞，佮再,再来信用卡来，信用卡来，佮来开始寄商品，欲来促销，对无？你个想嘛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。为什么你经过引导呢？你经过伊诶店面，伊就叫你讲，那即卡送你。 靠遮好嘅代志，你甲想靠遮好嘅代志，无遮好嘅代志啦。所以，如果咱啊自细汉诶时阵，咱教育咱诶囡仔有种心态，吼，就人若讲好康啊，你讲，歹势我毋免，安尼即个人一定将来会成功。今晚大家听下我吼，大家共同努力，看即七嘅节目，亲爱朋友，毋盲讲你建立一个信念，我也无为伊有啥物贡献，为虾米？吼，为虾米我得到好处？我有一摆。 接到一张批，讲啊，恭喜哦，老先生哦！啊，你是抽奖哦，抽到一只钻石哦！啊，欢迎咧，有机会咧，来阮遮领。啊，我就讲，嗯，他有遮好诶代志，他有遮好诶代志，咱就无相信嘛吼、哦。但是因为吼，伊讲抽到钻石，我啊万一若有咧，万一若有，咱无去领哦，啊，啥就无彩呢、啊、哦。我昨昏呢，敲电话，请阮朋友去遐看，看讲敢真真有这间公司。 哦，好加载。老板朋友讲无啦，无一间公司啦，迄是诈骗集团。足早期、足早期拄拄出来的时阵，迄、那、阵、個、朋友就甲我讲啊，讲即嘛即是一种新的骗术啊，较早叫,、啊、叫做金光洞啊，即嘛叫做诈骗集团啊，新的一种骗术哦，所以你毋通去骗去。只要你啊，无去伊个公司买物件，对于讲，即间公司有咧办抽奖，你有去消费，所以办抽奖办摸彩啊，互里互里抽到奖？像阮一个朋友做牧师。 抽到汽车，真正，伊就去爱买啊，吼、哦，阮东百货公司啊，吼、哦，去遐咧消费啊，啊，消费了尔，家己诶名地址登落去。规划久问通知啊，讲恭喜哦，你抽到一台轿车，哇，伊就足欢喜啊。若、哦、也是讲，咱公司买个，逐个咧摸彩，哎，互你摸到一台电脑，互安尼即个有影？为什么人，人要送你电脑？因为你是伊员工嘛。啊，为什么人百货公司咧当摸彩？因为你有消费嘛，你消费五千以上、一万以上，你毋只有一张摸彩券嘛。 迄种有理由诶嘛，但是你无代无志吼，讲、哦、哎恭喜哦，哇你抽着一个啥物物件，我甲你讲，迄种危险。迄、那个背后、哦、伊就甲你讲啊，你即马你着一百万，啊算以呢，即、這个税金吼、哦，你先转转小转过来，啊剩诶吼，阮则阁扣掉了，阮钱才回互你，哇惨啊！等甲你钱花时阵，物件无去啊。为啥物安尼因为伊知影人性。 做人你世间上，个困难就是看着钱，伫遐钱有生脚，家己会走来阮兜呢？人别人是趁钱，钱有生脚会走去呢？啊，我是钱有生脚，家己走来阮兜呢？哦，偌好咧呢？较有可能家付出去，无可能，但是朋友啊，你爱去想啊，是安怎有人认真拍拼、趁钱、趁到要死去，钱还会走去？啊，你坐淡厝内，钱会家己走来，为着代志哦？无迄种代志。 无迄种代志，所以咱来记哩。人话的世间，即关一定爱过钱关啊，哦，钱即关一定爱过。因为即摆即个时代有真侪真侪人，伊就是利用咱人的即个弱点。啊，你拢毋免做啥物，钱就是家己来。佮包括有世人去投资股票吼，是安怎输甲痛哭，你敢知？也是即个原因。 哦，因为人即套、哦、电视诶，即老师都咧讲啊，即个外好赚，外好赚，外好赚哦！你若五十万来买，你看一礼拜尔，起码一百万啊，你看外好赚就好了、哦、啦。哦，咱听甲有够牛诶啦。哇，钱也照好赚，啊，我来一个月三万可块，赚到要死去。人呢，一个月尔五十万，还阁赚五十万啊！哦，有够好呢！哦，我若一万，咪能够赚一万啊。呢？迄一万呐赚真久呢。咱开始去想啊，有钱通赚，我贪唔赚啦，足工诶啦！ 朋友，人生你若要成功，有钱通赚，你安那毋赚？即种人成功的机会比别人低几落百倍，我甲你讲。做人世间，大部分嘅人拢挡不调，有钱通赚，伊著一定爱赚；，无钱通赚，伊就要赚。你何况有钱通赚？但是一个要成功嘅人毋是安尼，一个成功嘅人又在调，看到钱伊无看在眼里，吼，见、哦、财不取，啊、哦，看到钱我毋取。 我唔贴红包啊，拜托你唔贴哦。阿人讲哎办卡吼，就送你一个礼品，我唔贴。任何好,好处先乎你嘅，你拢无好处得好处，我唔贴。你哪会当用这个原则？我相信你嘅人生一定一定会做大个改变。要分个，听阿了。 欢迎登来老三百七号啊！我感觉最近心想开困难，其中常事就是明明都会当谈，安、啊、当心头聊，听讲唔免啦，赚起要从啥？咱唔免啦，你当计算这个因由，因为你怎讲这种的？ 因有的背后，可能是有一个你即卖要阁要未看到的灾难，有可能，吼、哦，比如讲，无代无钱，一笔钱对天顶落落来，中乐透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呀，中乐透也无算咧，中乐透你嘛爱去签，对无？你无可能讲抌厝诶人甲你叮当强要你中乐透，无可能嘛，一定是你有先去买一物件来签好片，甲始中乐透嘛，吼、哦。所以，那如果若真正即个世间有啥物款诶好康诶造来吼？ 你都唔知影，是唔是后壁有一个大灾难？你都唔知啦。我拄我来讲，就是讲有圣讲你拢不去签、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今日做完上帝讲阿老三，我给你一百万啦。你都卖当做即是好代志，你听有无？讲无听，即、這个一百万足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啊，因为你以前可能是个生活足简单的人啊。自从有即个一百万了后啊，大败，大败去啊！ 因为自从有这个一百万了后，你开始享受啊！哦，以前穿衫不哩看牌子，但是因为你有一百万，所以你开始去买即、这个你过去将来毋捌买过诶物件，一个买咧，调咧啊！吼、哦，开始调咧啊！即阵若无穿名牌吼，就会感觉讲出门吼，家己感觉怪怪。照镜时感觉讲，我今日我以前若穿遮歹，我敢出门啊！哇我足配我家己诶呢。 爱情迄种车我那驾驶啦，即码拢爱哦，出入拢爱足好诶車,、哦啊、车，哦，啊，拢也速度较足好势吼。啊，规身躯这衫吼拢名牌，啊，拢也物件咧哦足整齐吼，啊，配也拢金色色，出门的阵吼安尼闪闪发光安尼安尼咱则有法度出门啊，即种日子开始过了后，敢是福气你会发现讲，当你外在因为钱，因为发财。 互你诶外在愈来愈好诶时阵，你却无想到讲你诶内心却是愈来愈可怜。做朋友啊，有当下咱来拒绝，爱拒绝。看到钱你也讲啊，卖啦卖趁啦，趁有著钱了了别行啊，啊钱是还阁趁有啦，别行别行是袂当换啦。因为我看真侪真侪是有钱了后、喔。 足这物件改变起啊！你知无？这是足可怕一件代志。我现在我看到钱无退，这足困难，你知无？因为即个部分呢，毋是干呐讲你路顶捡到钱呀，唔是。再包括什么？你知无？再个包括讲，你公司甲你讲，我即嘛甲你升做总经理，薪水佫加一倍，但是即嘛是有危险，你敢知？因为 当你薪水加倍了，你的心哪来哪地事业上，讲唔定啊！到最后，你失去你的家庭，吼，你也失去你的家庭。所以我真正捌看过有查甫人哦，哦，伊讲我我也行，伊讲因为这个阶段，我的家庭上较重要，吼。若有别人愿意做总经理，予伊做，我唔免，我安尼著好，吼，我安尼著好，因为。 我唔问，我有一挂时间留我爱囡仔；我唔问，我有一挂时间留我的太太。亲爱朋友，你做会到无？你做会到无？到底你的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物？到底是什物？有钱，倘我你赚的存，你是毋是会当讲毋免呢？我我无需要即个钱，因为我要爱每一线拢是我家己趁来的。安尼就够了。 是，人你人讲我今我和你谈，我你做够较大诶官，你会讲，嗯，我今日我趁到钱，我會失去别行，因为钱佫趁到有啊，但是我囡仔成长过程，伊未佫倒来啊，对无？我我我甲阮太太诶亲密，即是过了未佫倒来啊，所以我是毋茫讲会当优先是亲情，了后则是金钱，安、啊、尼你就成功啊。就啊，我真正我甲你讲诶，即个过程，我我家己咧讲，我感觉讲，我咧想讲。 到底几百个人几也做会到，哦，比如讲，今仔日，好，因为我即个经验，我即个银行的仆啊，哎，去去这个这个电脑，吼，去个自动自动这个对账单哦，一个机器，咱咧银行仆啊，哎，他倒入去一头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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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，佮出来，嗯，即个看，嘿，冇台冇钱，开窟了万块，你知？咱是因为咱有领钱呢。 啊，虽然这银行簿啊，提去互伊刷本子嘛，迄簿啊，哦，互伊即个电脑去去去咧，放起来机器内底，伊在咧印嘛，印讲你领偌济，领偌济，哎，咱是领钱，咱的簿啊内底是是唔是咧减？结果咱簿啊一笔出来咧，哦，即件真好代志，我拄拄领钱了，簿啊还会加钱啦，哦，真正即台 ATM 哦。 绝对唔好帮伊说啊！伊啊，逐摆了来来来经牛啊，逐摆都要上去台，对无？诶、欸，破开一面人出来主动诶加钱，你知无？迄阵我有经历着讲，足大一个试探甲引诱。迄阵我就体会着讲，啊，我实在是一个足贪诶人。只教练员我我应该马上讲，诶、欸，即是毋是我诶，马上去柜柜台讲，诶，小、欸、姐，即间哪有问题呢？哪有一条是毋是我诶，哪会走来啊？我我实实在在讲朋友，伊人个性著是足正的嘞，都。 四四格格就对了，就该安怎就安怎啦。哦，啊，我将人比较较贪，我就讲啊，哎呀，讲不定啊，真正有人是有人转账哈，转、哦、了唔对，啊嘛，可能是银行家己内边的作业哈，可能是这条线假啦，哦，结果等我下一次过去银行的时阵啊，哦，我就抱阿提乌伊，我都无讲哦，迄、那个小姐主动啊、呃，用用的，哎。 啊！阮即电脑音了毋对去哦，你即个钱，即、這个钱毋对、啊、啦，毋是安尼啦。哎，我讲下对啊，我迄度迄家毋知是安怎，家己说歹势。哦，我若去问一家，讲啊，所以我内底剩八万号，伊若讲啊，对对对，八万，我敢会当，叫老师来讲，小姐其实毋是呢，我内底只有三万尔，另外迄五万，敢若是你用了毋对去，我敢会讲，我咧问我家己，你知无？我家己问我家己啊，我敢有知条讲，钱家己来哦，钱家己来，啊，见财不取。 我做一个，我就问我家己，我就感觉讲，这真正是爱操练，真正是爱操练。吼、哦，有当时人人啊，人别人转账转了毋对去啊，还是啥物？上界上常常发生吼，找、哦、钱找毋对。吼、哦。咱一张五百诶，互伊买物件，伊去点管理啊。啊，先生谢谢，找您八百，送啦，谈着啦，吼、哦，五百互伊看一叠出来，佮新钞佮摕八百叠的啦。 你你也当够害伊无？那你今日谈下这，我感觉这人生上界困难的代志，只望大家做会努力吼，见、哦、在不错，人生就是会成功。就先甲这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<music> <music> 无讲袂爽快，啥物代志无讲袂爽快？哎呀，咱这台湾吼，关系着即个殡葬业吼，甲大家讲着遮真正扯咧蛋吼。因为吼，每世人拢会行上即条路，所以叫做扯咧蛋。但是到迄个时阵，到底人人边啊，甲你办理个何事？啊，到底咱即个时阵，这种文化、这种礼仪诶方面吼，我相信真济朋友吼，你无了解，你也无想要了解，吼。但是无了解袂使，种代志要有人管。 啊、什么人管？哎，从这个姓管的,的来管。所以讲呢，今日邀请來就来比到姓管，你管什么会？管啊，兵重要，李医师，来先对大家请安一下。诶、欸，大家好，好大家平安。我是姓管管理员的管。的對對啊，国家的国，啊，度娘這個，这里的管过国梁先生。是。啊，我今日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所在呢，来讲解就说咱这李医师的这个康会问题。是啊，是,是啊，李医师，的医师，咱其实哎。欸 李醫師以前沒这个名李遗书以前是叫什么？是遗是？叫，莫不是人都叫啊？Oh. 都叫啊？就是說办理这个后事的这些人，是,是這樣来讲的。Oh. 但是咱在如,如果是印象，在看，有一个日本叫做送行者，上因为讲主人主 一开始，是伊就是吼做这里，这里四川话替你经过做这个服务，是到尾也就是讲这里规划一个人生的,<是>的这里，在这人世间最后一期，记相对个代志，来规划经过一规划完满了，啊到舟山头舟山头后边有一个临终的关怀，是就是讲人后的关怀，<是>就需要的关怀，你拢、嗯、是经过一个，一旦讲是非常完完的圆、這、满、個，而且、嗯、不只例如在做部分呢。 是，所以即嘛，这个礼仪师当然即嘛已经互伊正式嘅名称啊，叫做礼仪师。吼，大概你是不是诶，咱唔好记别人做咧，吼，安尼人真正感觉做无，我记我老三做咧无要紧。后来，哦，我老其实需要你家服务一下，吼。后来你一开始嘅时，我甲你接触，讲啊，需要你家帮忙，来，你对，对对开始做，啊做甲对耍。这就是为这个定位，和定位来时阵，咱接到这定位，因为咱礼仪师嘅岗位就是爱二十四小时。 你电话袂使讲挂机啊，一定也人吹得到。是。第一点，这重重要。嗯。过来就是电话来了以后，啊，你到这个现场搞，搞也关心。啊，讲下你这个譬如讲。我差一个话咧吼，现场是包括是病院。病院啦。厝诶，厝诶。但是嘛，包括比如讲那是有意外现场。对对。嘛是爱去。龙马是爱去，迄拢是爱去的所在。哦。所以讲伊也会使讲是包山包海啦，厉害。正听。 落海拢爱去啦，所以对迄个阶段开始就要参悟。我来继续，继续了要就是要等这个因出来的人来，加出来，加出来，加出来以后，咱、嗯、就要改协调讲到底你有实赛不？<是>如果无实赛，其实咱就是退礼来。这是意外部分啦、啊。那、嗯、如果是讲这個里出来对病险，应该是讲有实赛才有可能。我就是今嘛现代起哟。 照个去药阿得来做，好到到了现场了以后，你会甲门工会请教。如果是去药就叫去药，如果唔是去药就是会照讲啊，咱即到底是要火葬，啊，还是陶装？啊，协调了后结果了，咱就是为病人，甲是为厝内底，啊，来送去即个宾馆的冰块。但有的人是讲照古早的是讲哈，伊一定要先伫厝内底长开，是咱台湾人古早的古早的习惯呢。厝内长开了以后呢，啊，你就是开始要准备这大修，啊，这大修。 啊！在厝，这个大树就放伫在厝内底正厅，mm hmm. 啊，就给放好。 嗯，看料就是爱修罗茶，就爱看瓜，是、嗯、是宏观看瓜，嗯、这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,部分是讲有的人无爱看瓜，就讲摕一个冰箱去厝内底，对，平日平日就冰箱内底。但是山一缸的金一工啊，再来做一个整个这个做些经验。啊，了后就是一个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为了讲到陶瓷的部分，就是咱台湾人的这个传统，就<慣>、嗯欸、是陶瓷搞，或者是碗瓷的部分，啊，做些协调。 一三五七加二四六七安尼，做协调做了以后呢，啊就是讲啊，当一家要出山的时阵，啊就是讲个别性，个别性，个别性是现场要啊做，是为现场你会使讲开十万块，甚至是较少五万块嘛是。这是根据伊的经济能力，对对对对，这就是对伊个宗教信用加这个伊个经济较重要。是，要来的时候主就是卖种，就是一带，一带，总共要带多位，这嘛是个另外一个爱。 另外一个，对对对，就是讲，如果是为是租厝，因租厝内底是有这个带头些租木加租木那种的，对，因家族已经租房弄离遐，已经离遐嘿。如果无为者，就是讲会使替介绍一个较清近、较清幽的单位，这是讲家己较意对。对对，无就是讲伊不管是土种还是花种，咱拢是自头到尾替服务到底，就是了解。所以这是你意思，哦。所以今摆大概了解，哦，原来今摆已经是。 一个礼仪师，咱即摆见有一个名称叫做礼仪师，伊自头到尾，规个安尼拢爱家服务个底，这就是一个礼仪师的一个工作。啊，但是呢，到底这个工作伊所接触到那边一定真亲自个故事，咱，后一集咱再继续来收看。多谢大家，也多谢关心，感謝,谢谢，谢谢，平安。